我二是女朋友想要礼物。前情把女朋友 iPad 壁纸换一换，她的手机也不能放过。换全都给她换了，这么帅气的车她肯定超爱，一爱就肯定会给我买。放好这台支付手机，财神爷来了，看他绝对喜欢，迫不及待想要合影。我想买，又在合影。想买，想买，怎么这很危险？没看到前两天新闻吗？我慢慢洗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事以后不许提啊。哎，你去哪里啊？去拿快递。你妈真的是这不让那不让的，真小气。喂，林景城。干嘛？快递太多了，你下来帮我拿一下吧。在哪里啊？地下室啊。我要买车。开个屁，赶紧下来。哼，什么都不让还天天指使我，真是。黄莎莎你人呢？我宝贝，这是呀，喜欢吧？太帅了。等你让我缓一下，我操，这是你卖给我的吗？太帅了，宝贝。对啊，你不是喜欢吗？哇，我真的要好好欣赏一下。省得你天天嘴巴在那边说，现在好了，买了，等你了。超爱你的，宝贝。先别爱，你看这个可爱吗？我特意给你装的，可爱吧？这个一次性玩偶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两个头盔，你一个，我一个。那我要怎么报答你呢？这个嘛，那当然是天天骑着它来接我上下班哦。下了班之后还可以去吃一下火锅呀，然后出去玩呐，反正有这个车也方便，对吧？站着干嘛？走啊！就此我爱他少了天地会乱差。爸爸，手机给我看一下咯。给你。你改密码？密码我生日。好啊，你连生日都瞒着我。不是，凭什么你可以看我手机，我不能看你手机啊？我也要看。Yes， 这个小眼神透露着不安。你闺蜜聊天记录我也要看。看呗。我还要看你收货地址。看呗。我还要看你抖音关注。看呗。我还要看你打车记录、购物记录、转账记录。看呗，你看呗，我就给你了，我就走了啊。你们的女朋友也这样吗？800米的路非要打车回家。我说了一句你怎么和我前任一样懒，于是开启暴走模式。太快了太快了，根本追不上。努力追上后，他用灵活的肩膀躲开我，再用强有力的手臂甩开我。怎么突然变慢了？这可不行，给他提提速。我前女友生气也这样。漂亮，跟加了氮气一样。